宋丹青哦，我嫌伊定地，所以我想送伊甲廖凯宏做伙上路啊。是讲哦，因两个在生的时阵感情嘛袂歹，安尼伫咧黄泉路上有一个伴，也袂寂寞啦。你讲啥？你甲丹青安怎？你放心，我甲伊待了做好个，含野狗都骗袂着伊个味啊！你真正甲丹青？唉，免烦恼啦。我知影你即摆想讲，安尼子孙的婚礼要安怎？我甲你讲，最重要的不是讲新娘是啥，重要的是要完成这场的婚礼。安尼，阮子孙会用摕到恁娘家所有的财产啊！杜光亮。你把丹青的命害了！你这个畜生！看起来你最近胃口袂歹哦，啊，饭真大碗，搁食无够。来，你继续吃，吃较多，嚼够开。你把我的牛报应！报应，报应在倒？报应在你的身上啊！因为今仔日要车车爷爷去参加子孙的婚礼，即嘛鞋啊甲衫险啊，去弄垃圾。呸！是这种代志，但是是阮娘家拖累你，我是要安怎对美华交代？子孙你要好好啊，保护代志。你准备创啊？啊！看来啊，你要擦。哎！大哥，稍息。你们干？你不是已经我没事没有啊没有啊不要担心你放心一人也没事小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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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要担心怎样这样明天等一下在路再偷偷说我先给你回家好好你结婚跟阿妈什么事啊我不准你娶走我的阿嬷，莫骂恁哥哥啦。人拢讲生的车一边，用的较大天。我要结婚，阿嬷请我30年嘞，我要让伊坐大位，是倒位都唔对啊。你免伫遐咧假好衰，唔知影你甲杜光亮阁想要安怎凌迟阿嬷，我无可能顺你意。放手！我要带阿嬷去参加我的婚礼。那你放手，你是听？你是安怎讲袂听？我要带阿嬷去参加我的婚礼，你是要扯翻你呢？走啦！英子，妈！阿嬷，阿嬷，你会讲话哦？看起来这阵仔好紧哦，有好过安尼。阿妈愈来愈恢复，安尼真正足好诶。阿妈想要参加我的婚礼，你卖走动，阿妈，对吧？我对吧？阿妈，阿妈是讲，
一定爱去。李志同，你若无想要去哦，就家己踮伫厝内底，我带阿妈去就好啊。阿妈，来来。算讲我袂去啊，我要去保护阿妈。我这个小妹就小人无胆，好是点仔架势嘛好。太好，咱唔通让人发现，紧来走。嗯。啊！师傅，师傅！啊！啊！啊！王子啊！你是着高血压啊啦！哎，起来起来！姐，师傅，啊，孟志祥哦，我嘛唔知影，你拄只雄雄公公走出来啊，跋倒，我要甲扶伊咧，才来哀叫啊！啊，你唔是咧包装，你哪会走出来啦？拄只内底电话，是真是真？我看到宋南京伫咧内底啦。有可能啊。你是不是看到镜内底家己，所以才吓惊着啊？哎，迄个查某早无命，你是不是恐怖片看伤多啊？我讲的是真实的啦，你讲讲，你让我逃命嘞？我姐啊，我拜托你了，我不爱代替你啊，你另外找别人好不好？即马就要开始分类啊，你是不是叫我倒去找人啊？你哦，那是平常时歹代志做伤多啦。今麦只会安尼家己吓惊家己啦，跟你讲，你今麦紧登去你的休息室，莫让人看到你，啊！我不爱，我不爱啦！你给我带队，是安怎？莫甲我讲含你一个查甫囝，莫惊这个代志啊！当然嘛无可能啊！那安尼就紧甲孟子带登去休息室，尽速叫迄个新娘秘书来甲包装，累就要开始啊！绝对袂用哦，任何的死角惨。我知，对啊。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我不来了。等会就讲话啊，不然怎？就正常的啊，行那边啊，啊，不然怎啊？你莫遐济啊，生气啦！今麦上吊的任务就是签名，你先莫想遐济啦，来啊！先去遐坐。你那边奶茶先啉嘞。可能是我太过紧张，才会看唔到啦。好命啦！啊，若无你把头颈先扛起来，啥物拢莫想，其他我来处理啦。舅啊！啊哈哈哈！新娘来啊！
同我开始办婚礼啊！啊！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哦，准备要开始婚礼啊！进来进来。等等姐，一个人客拢无呢，你都要举行婚礼啊？咱两个不是人客啊！你真正要把子生的婚礼办到这么凊彩哦？是谁规定一世人才能结一摆婚啊？等咱摕到人家财产了，子生不管你要娶几个，要办几摆拢会用的，安尼敢袂使？那无安尼啦，先给我补办一礼拜流水席，让伊办到爽，安尼好不？回弟即马开始结婚啦，恁爸讲的准入算啦，起来，来来来，上台。是相公你讲的准算。光亮，你甲林家一点仔关系拢无，你是凭啥替林家的人主持婚礼啊？阿妈，来乱的，凭我是子生的亲亲爸爸，也阁有子生的亲亲妈妈嘛伫遮，是安怎阮袂用替子生主持婚礼啊？宋林芳，伊已经甲国庆啊离婚啊。是凭什么做代表啊？啊，那你搁卡边讲，就算讲你是子生的亲亲爸爸，又搁安怎啦？只要子生是刚了个姓林，伊就跟你无关的。我甲子生的亲情是唔免用字来写，嘛唔免特别解说啦。是安怎？因为阮的血缘是切袂断的啦。难道是你啊？人讲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散了了啊！啊，你这个偏门的借问的，是算啥？就算内平阿哥送袂到，那安尼我总送会到吧？我是阮哥的亲兄妹，我喺身躯顶留着一盘甲伊同款的血，而且阮阿妈甲阮哥的感情嘛足深的啊！你是要提啥来比？感情是偌深，拢到这为止尔啦，男性。您头阿家己问子生啊，子生，你即马姓林还是姓杜啊？我鲁兄，我是林子生啊。阿姆哥，感情兄，我是杜改了。我听到无？恁这是外人啊！所以恁今仔日，敢若有做人客的资格啊？听清楚无？奇怪呢，杜光亮，既然你遐尔啊着急，想要得到自身的认同，那你应该马上出去改善世道啊！你拖到今嘛未去，这就跟他一个目的，就是你孝顺林家财产。妈，你是不是想要讲话？我知。我妈讲，像你这块龟身窟窿坐起来啦，也敢孝顺人家才算，无可能啦！阮绝对无可能顺你的意，你一生五日拢得袂着。只要子生伊还阁姓林，阮都有资格反对啦。我伫你身躯边，我袂离开，你免惊。